天天蹲厕所，他不蹲厕所蹲哪里嘛？灵宝你好像。现在不出不假四红吗？不出，直接长剑。直接强剑浇浇水，因为这样的话你出装备会比较平顺。花的钱更少，可以用更少的钱，更快的买到装备。刮一刀七十，还挺痛的。我是阿尼明神，你的神惧怕我。杀人的杀！永恩闪了吗？永恩闪了吗？兄弟们，喂，喂，永恩闪了吗？喂，差点出事，是闪了吗？哦 ，OK。OK， 谢谢兄弟们的情报。哎，大师级的永恩，这豹女抓的还真够及时。不闪吗？哦，不传吗？干嘛？永恩技能卡的还不错哎，他每次 E 跟 W 都是分开用，要么用 E 然后要么就用 W，W 好了之后再用 E， 打的我会有点难受，但不过还永恩线烂倒不至于，烂倒不至于，玩肯定是还行。
伤敌一圈就去发布，有，操，太难杀他了，也许我不该冲动的，我想冲动，有点小小的冲动，还行吧，杀失败了就买 CDC， 要能预判到 Q2就还好，预判到 Q2加 Q3就能杀，哎，不过他踩了我破的。 对，难打剑锋，这人技能卡的还真的挺不错的。再推过去，我要吃他多少？囚禁我的人们将付出痛苦和代价。 舒服，拉不回来，好可惜呀 ！CD 鞋不当人吗 ？CD 鞋才是当人。 买 CD 鞋是尊重，说明我要操作他。我打二速鞋，这个拉不回来人。追着 WA 能上，嗯，危险。他二速鞋，回头放个大，你可能要死。 CD 教大的这人，他留大杀我。哎呦，两个闪还行，这永恩犯贱被我给宰了，1700刚好搞定，嗯，还是不错的。 他干嘛非要犯贱回来呢？他不犯贱就好了。哎，他有助攻吗？怎么110啊？显示他没助攻。啊，是到阿米阿出，他还是有大。409。 可惜，主包的器灵没苏醒。我鼠标里养的这个器灵太没用了。我鼠标里的这个器灵，它太没用。Unstoppable。 这么变态呀！我操！
他就攻速学加这个能扛我这么痛，打永恩出破盾刀没必要，但是你要补一个星穹，我觉得还是可以，好难打。 经济有点像星穹啊，一个小爆发啊，是有点像，但他没星穹那么好用，因为星穹可以可以缓冲伤害。怎么说？我现在问你怎么说？ 玩预判玩得过吗？啊，兄弟们，觉得这波是T0的扣一，觉得是主播的临场反应的扣二，应该没人扣一吧？<笑>老爷也在帮助我，<笑>有老爷也在帮助我，那全扣一的，这么质疑主播，嗯，你们这样是不太行。 哎，连房管都带节奏，这破壁直播播不下去了。老爷爷的帮助啊！我现在遇到一个很难很难打的勇，现在需要老爷爷的帮助。我鼠标跟着勇恩你，完了，我队友好像烂了。 不会 EO 了吧？就我跟豹女是战绩是正的，快走快走，别等一下这破壁莉莉亚又过来干我了。哼，想逃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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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醒了，小桃。真难杀啊，这东西。哦，快跑！跑的有我快。往下面跑，嘿嘿，我操，还得是竞技时机呀、啊！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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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这个波！讲死，还真可以啊！一件装备700多，一速度触发相位之后，来两把长剑。怎么了？他没了。哦，好像不是很奈何。嗯，不是很奈何。我以为你不喝这个。然后就喝完了。啊、哦，那我不喝了。行。哇。好跑点眼怎么说？习惯了。以前我是不点眼，后来养成习惯就把把都点了。我两件喽，还想出来带线。是不是不被我把我被那守门太放在眼里了？想逃，跑得掉的。嗯。
撑这么久啊，1114。嗯，大刀就差一点，我 Q 二过来，二段没打到，哎呦，加油啊！好可怕的！哇操！不是吧？这英雄这么夸张啊！好狠的永恩啊！不过还行，拿了终结，他伤害好高。这 W 能拉不回来，是的就拉吧。他之前宰得了，他这垃圾装备都能宰了。那要是再给他一个正常装备，那他不得他妈全部弄死亡吗 ？Hello， 你还要闪吗？赏金都有了。对，也是跟我队友没技能有关，交太多技能杀那个莉莉亚了。乱刀砍死是 ，W 现在就控制抵消那个意思，什么控制抵消？巨魔现在 W 基本上就已经被砍废了。超刀没得，超没得。嗯。漫天飞雨。我操！我是。看了一下对面这几个人，我决定做冰刀。沉默了。哇操！一个 Q 打我一半的血啊，能再痛一点吗？我感觉不够痛。这把好像要挤得到。我操，他真不把我们当人了，在这边刷石头人了，450，没事，我没有风暴聚集，不着急，等大后期。哎，别，我通道当工具，先别急，我要打游戏。EAO 了，还真是，我们下路有点难受。不是吧？我在想，我要做亵渎呢，还是做冰刀？算了，我先亵渎吧。我感觉我冰刀减速好像减不到，如果打到半血好像也挺难的。找永恩去了。对面好像开始，他出了个蓝盾之罩，我操！我好像更打不过冰拳永恩，125，我穿甲还行。我感觉其实打起来还是会有点吃力。真难杀呀！没有队友，他打太慢了，打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。哇，不是吧？你们一个都杀不死吗？难道要被遛狗？哎，还行，
出个水银要不要？但这样我缺 CD， 他妈打大龙。哎呀，有那么难受呀！抱你这英雄打对面没用啊，他们飞来飞去的。这侠又没什么用。哦，好像死了。死个屁股操！就一刀。又是他。你拦得住他？还得竞技时机跟相位啊，还行还行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怎么说？能不能翻？我感觉已经结束了。等我冰刀出来，一刀一个。我操，这队友怎么又挂了？你打得过吗？放就要坠机，别。怎么跑到我这里？打个轰隆隆响，失败。还差三百，这打出来了。真得出穿甲，真的相信你，真得出穿甲。这个就是。他要出流水就好。随便他的，不死就行。他们下路挺劣势的。他出流水，每个 W 都加一次。不配合，我操，下头。这不能让我飞一下吗？妈起飞的这起落架都升起来了，你让我这返航。还给自己开了个盾。还行还行，我操，真得穿透大火。嗯，翻了，这下终于可以放了，哈哈哈哈，结束喽，呜，要出美甲的雀魂卷喽，五十，卡玛好样斜脚跑，卡玛。